欢迎收看芒果 TV 芒果捞新闻的元宵喜乐会的特别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策策。那我现在呢还是在黄花机场，今天呢是2月9号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了。那我们即将要在机场迎接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蒋劲夫，据说这一次呢他将会要和吴卓羲同台尬舞，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在机场一起等待蒋劲夫的到来。Hello， 夫妇，好久不见，可以给我们芒果 TV 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芒果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夫子。啊，然后这一次听说在元宵喜乐会上是要和吴卓羲一起尬舞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我目前不知道，一会儿去台里面听编导他们怎么安排吧。啊，然后那个这一次是又回长沙了，可是你要撞墙。这一次是又回长沙了，可是就是之前一起拍《闪电》的好朋友顾宇威有来长沙，所以你会带他去吃好吃的吗？我刚才跟他已经在联系了，这一下飞机就联系了。然后你说啊，然后那个闪电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作为男主的你对这部剧有什么样的期待？希望大家能喜欢吧，毕竟这是一部很不一样的一部电视剧，是跟青春运动题材有关的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，多多关注，谢谢。听说我长得好看的人都收到情人节礼物了，所以你有收到吗？我准备收到一份元宵，人呢有人送我元宵就好了。所以今年春节家人有没有催你赶紧找女朋友？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春节家人有没有催你赶紧找女朋友？哎呀，这个春节我们去外面旅游了，就没有想过找不找女朋友的事情，先把工作好好做好吧。好，谢谢，祝你元宵节快乐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，傅仔也在我身后，即将要离开机场，马上马不停蹄地赶到元宵喜乐会的彩排现场了。那这一次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如果想要锁定他的相关的彩排的画面的话，就一定要关注芒果捞新闻。那当然了，想要看到他在元宵喜乐会上的精彩表现，就一定要在2月11号正月15的晚上7:30锁定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。网上看元宵喜乐会，只在芒果 TV。